康秋邦。高手新闻报道，他是来自台中的谢大伟，目前32岁，职业是整体造型师，从小由奶奶拉拔抚养长大，朝夕相处的九分琴时时伴随着歌唱声，因而发现自己拥有歌唱才华，但家境清寒的他先暂缓逐梦，经过数年的努力把生活安顿，现在的谢大伟可以全心全意一圆歌唱梦，准备将蕴藏已久的好歌声唱给更多人听。新同学。